民夫参见状元公。跪在涂跤，迄什么人报你的名？我的名叫做柯秀宁。状元公，你敢有想要看我的面？唔免，我胸口巴肚就疼，等下别说别动。来，你变数在听，变数在听，没闹出来，闹未出来，代志出来啊，安尼我知啊，我甲伊讲三知啊，没出来啊，唔免声啊，啊，来，个人玩嘞，对，这我也要处理啊，三知这读的多好，你真心知哦，你别让帮我来办。等，你当作这是咧办公会啊？啊，画班就听我办。迄个是正经的太祖太保爷，迄个官员我看过。啊，你好啊，这里小心得啊，你慢咧嘛。身份证摕出来，身份证摕出来，看卖好啊。今麦是安那？你今麦当作我的演戏演啥呀？啊，伊就演甘草的，无你像未？来，对不对？个人话俩，甲报讲什么人来？我你报一个吼，歹势啊！太祖太保还到什么人到底？你听我吼。嘿。殿下，嘉靖军驾到。你们爸，这你头动的，你拢给伊拔头的呀？拔去哪里是啥的呀？你真正是嘉靖军？来呀！对，打鼓相当。白云，归来。我的跪，我甲柯秀宁啥物关系？我的跪，你来跪这边。你凭什么资格甲女主角跪跪到顶？哦，跪过来遮，用车。你有陪啊？我先来办你这件。请问本太祖你叫啥？阿庆安。本太祖的头了，你八个音。来人啊！该阿来当炮，现在！无啦，你今年加分狂来哦，我来当破八十。你小等下啦，加几句啦，不是安尼啦，迄代志不是。你听我讲，你小等下。我讲的。来，咱这个女主角小徛起者，无你哦，你两支骨掉。太祖，我就惊叫你讲掉吼。我跟你讲，我拄则讲迄阿亮啊吼。是。阮父王嘛。无啦，你跟你泡茶。无啦，无讲啦，我讲迄是兴隆啦。啊哪呢？阿庆啊呢？阿庆啊呢？阿庆。你讲有路吗？阿庆就是咧唱歌一个无，庾澄庆无，啊，我拢叫阿庆啊。你这件代志，我小弟才给你办，你免甲我扛起来啊。无啊，我啊，会酸呢。来，柯秀宁。咱来遮正经，唔好笑。咱两个是男女主角，莫强看半卡手。我知影，但是我挡袂掉。来，你要告什么人？赶紧说来。我就是要告现任的状元公，丁立奇是丁立奇。你今麦错呢，免跪哦。你好大呢，你当了没？啊，这大呢。谁那要告阮翁啊？你点点。现任你有代志。我现任你也是煞跪我，你讲。还是你有需要我抓起楼顶？太麻烦啊！我是英雄的，无错话。丁立奇，你真酷。啊！你娶一个武大姊，对你这尼啊好，你竟然无好好啊对待伊，你竟然逼伊要去跳河、跳江，安尼敢对？我哪有逼伊啦？是迄啰。你还阁唔承认是？死啊硬嘴巴，柯秀宁，从头至尾你说来。太祖，请你听我讲哦。太祖，请你听我。想起彼时。
去，我从头到尾做好品鉴的。我是你详细讲。好，太子，因为我细汉就是和我的伯伯做新妇啊要的。嗯。而且我大汉就是要嫁予伊的后生。迄阵我嫁死的，我已经是16岁啊。对啦，迄我有唱啊，伊一短短啊尔。想袂到我的红婿才只有3岁。对。我的公婆，伊是真富豪人家。嗯。也毋过有一天，因两个双双亡故，临终以前，伊有甲我交代，伊是孤囝，无论如何，伊阁有状元命，一定要让伊考到状元。我就变卖家产，陪伊来到一间客栈，要让伊读册。哪会知影3年一考，头一遍无掉，第二遍也无掉。我就陪伊所有财产拢总用尽。一间客栈的时阵，这个毕老板，伊就无用阮讲欠伊的钱。了后伊讲无论安怎，我钱一定爱害伊。也毋过我是一个软弱的女人。我会当做虾米？所以用计逼我，逼你，逼我倒来接客害钱。哈？逼你！你拉皮条？你的表情敢那玩弄你啊？伊就感觉讲，伫他妈才住真久的时阵，伊若就无摕一寡厝租回来时，伊完啦，心肝会来摇。所以伊尾我甲讲者，阿爸无你，那方便安尼啦吼。阿姨嘛讲阿好啊。所以这件代志是真实的，害啊白冤鬼啊！啊，无啦！你这明明是客栈，你竟然挂羊头咧卖糕吧？搁不良为娼，你该动好嘴！不，来，哟，来，慢，来，我问你，你要做迄落，你叫什么人？介绍什么人给？我这人有职业道德，迄袂用讲，嘿啊，迄来拢一寡名人，我太用讲，袂使。来。我讲，嘿，什么人？你介绍什么人来？你较我来，我讲给你听，卖伤大声。嗯。脱线。来啊！将脱线吊上来。啊！我来啊！大概有个好康的款，我伫咧拍转，即个白老爷甲介绍，赚真侪钱诶！大家要新好就来啊，迄款，真好。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讲迄个搬歌戏，手爬脚爬，讲身躯你毋捌看过，我赞诶！哈哈哈！来，我来甲看。来，脱线跪落。啊！即空要你跪诶，即空要你跪诶，来脱线，你嘿，你跪一空。你坐咧，不要紧，来，你敢坐咧？嘿，我都跪啊。你要坐会啊？你坐咧啦。来，太子太保。这种方文白吼，小心甲无方便讲，你问伊。你又做脱线？啊！你啊，拢甲恁某骗讲你袂用得啦。你某咧甲讲，阮人拢无法哩啊！你今仔日这件代志哪个发生咧？那贵个台湾拢总知影呢，啊，贵个台东个鸡含个鸡都跳起。四千只鸡呢，头一摆啊！卖四千只鸡哦！伊就是我甲介绍讲迄演歌戏啊，伊讲哦好诶。来脱线，你歪头看，你正手边这个什么人？你四千只换一只就对了。啊！我是你老母咧。啊！你讲的，你袂使四千只换一只。我是你妈妈，我你安尼哎。啊！我这闺女，啊！都四千只贵哦，我好捏一块起来哦。我摕十两回啦，敢真是有影是十两？我讲我无摕到十两，我只有摕5两银。大胆，脱线！太子伫遮，你搁敢讲白贼话？你明明摕5两的人，你讲10两？啊，面毛无看哦，啊无创啥个啊？尾后我甲讲啊，我说切一半，摕5两去啦。5两？啊啦。哦。也毋过5两到最后，我只有摕到1两啊。啥物？你摕1两尔？是啊。摕1两尔，4两，4两，4两，对。那会判给你？有啦，伊摕1两啦。
啊，我呢，一两饭店钱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应该嘛。房间钱。对，爱给人啊，对不对？嘿啊。哎，阿哥，阿哥来。阿哥一两是，算讲介绍费啦。哦，我甲介绍的到可能讲对不对？免大家头痛。后手嘛，还过三两嘞。不不，还过两两啦，大个两两。系啊，两两。两两来搓嘴酒哦。哦，一路啦，拖只骨入去啦，拖起啦，未使。遮口费的对。哦，未使讲的对啦。脱线竟然公然嫖妓，嘿，哦，这个代志小生嘛无法度办。无，这我看爱叫因某来甲报断。来，你去。即摆伫公堂，当然嘛讲伊无安怎。是的哦，阿伯，我要等你。来来来，先。是啥物人叫你等伊？伊安尼表示你身体作用。有啦，83岁，22年的，足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我来讲。哎，判伊做加禁15天。OK。来，你来关。来，酷流，要倒去啊！来遐，我带你去15天就好。15天要倒去。15天爱叫恁某来报啊！哎，出来，叫恁某俩家来换哦。白官官，哎，你知，我都已经讲啊，你不良为娼，所以本太子判你充公，你的高山。哈，你才练出去。啊，当初我多尔衮啊。这乖呢。看嘛嘞！